另外还有越南版特斯拉之称的 VinFast Auto 在美国股市上市之后，没想到礼拜五竟然大跌23%，收在15.4美元，盘初呢是还一度跳水到11.61美金。那持有 VinFast 的绝大多数股票是越南首富潘日旺，他三天之内的净财富也暴跌了52%了。